他是我女儿，平时啊只开灯不关灯，她好像没有一个关灯的指令了，我看到那个二战时候的军用飞机啊，哇，有人进了军用飞机以后，然后那个罩子一盖一盖，哇，就飞出去了，那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啊。他们没有，他们只有出发的那个，指令呐，是只有出发的指令，没有返回的指令，因为那个日本那边呢，他们都叫那些自杀式的，去轰炸别人，然后返回的油都根本不会有啊。要炸别人去啊！所以，所以啊，他们指令当中，他们接到的命令当中都是啊，那叫敢死队，就是把这些轰炸器，轰炸器啊，出去轰炸器，出去啊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，但没有返回的那个信息啊，没有返回的指令。啊，所以只管出去就不会，不会出来啊。这个呢，原来是这一个信息落到他身上了啊。这个信息落到他身上了，我原来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我原来就发现了啊，那个。发现那个他那个好像没有关灯习惯的啊，那么我以为是生活习惯问题，然后呢，刚才嘛，他开着灯啊，一楼开着灯，洗完完以后就上去了，上去以后就把灯关了，关了一下去，我才关他下来，下来以后开了灯以后，然后又回上去了，我想那个这个意识不到的话，好像就没有接受到，脑袋里没有要关灯的指令了啊，所以，我就看灵牌，看看到底什么一个情况。哦，原来确实，二战的时候就是没有接到返航的那种指令啊，这个信息啊落到他身上啊，是这么一个啊，现在，把这个信息拿出来了，观察到了啊，可以改变了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